We need to wake up pretty early this morning, but she said, 不用 alarm 的啦。原来是真的哦。哇，六点多了。出发了。OK， 现在我们在 KL， 然后这个是我们2023年最后的一个 trip， 然后我们会去金马伦。首先我们先驾车上去怡保，然后 meet 我的 family， 然后我们再一起上金马伦。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去金马伦了？应该超过七八年了吧？七八年了，哇！因为我上次去好像中学的时候，哇 ，even 更久一点。所以看一下有什么分别。现在出发，出发。Oh no！ 塞车啊 ！Even though we hit the road early, we still couldn't escape the traffic.It took us over 3 hours to finally reach Ipoh. The point is, 急了啊，大佬！你怎么？是这个。Hello！ 自己家都认不得啊！你怎么了？ We w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 到埗之后，我哋就千差食个早餐，然之后就急急脚又再上路啦。出发啦！Hello. By the way, the reason it's called Cameron Highland is because in 1885, Sir William Gordon Cameron stumbled upon it during a mapping expedition. And, 你估啱啦，就係用佢嘅名改噶啦。哇，加了差不多几个小时，从早上六点，终于到了。哇，好久没有来。凉吗？这边啊，这边还好。哎呀，走走下才发现还真的极冷一下的哦，赶快来一碌珍珠玉米来暖一下。珍珠玉米是这里的特产，它比普通的玉米多了一种香甜，而且还可以生食的哦，所以也叫做水果玉米。嗱，边间执噶？买一百个。另外，在这里买东西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一些小贩他们会掺一些杂不浪的东西在里面。不是我讲的哦，是他讲的哦。我哋专卖店啊，我哋人出老千嘅。哦，今晚嚟我第一个中包叔。诶，唔该晒，转头。今晚嚟我第一个中包叔到而家。好。先讲，我第一个中包叔都几神嘅。听我啦，跟你哦。金马伦第一。Uncle Lau， 你成个金马伦人去问，我叫做咩？叫做 Percon， 叫做 Percon 啊 ，Percon 啊，系我制嘅，几十年咗，嗱 out 咗落嚟个招牌 ，out 咗落嚟。很有意思。大声讲啊，村民听到噶，唔好呃人，大声讲噶。唔知见唔见噶？有金马伦人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到了啦，终于。We are staying at Equatorial Hill Resort located in Brinjang. Super convenient for our plans tomorrow, and it's spacious and cozy. Let's go to the room. I like this view. 有出国的感觉吗？有嘞，天气也有出国的感觉嘞。Good job. 哇，这么冷的天气，当然是要吃火锅啦！撒趴撒趴，咁先爽噶嘛！我哋连煲都有带嚟，你又知我哋咩啦？哇！第三个，天气冷，打边炉最正。现在有没有这样冷咯？是啊，不冷了，很热有点。怎么？你来了。What a cozy morning to wake up.
We got a few places await for us. But first, 天气凉凉，然后早上杯咖啡。Jang 啊，喂，留言呢？Go go go go！ 好多人啊！This is the sheep sanctuary right next to our homestay. As the name suggests, we are here to see some young meh meh. You're tingly, ah. Wow, wow. This young, 有啲咸湿啊。差啲被占到，你睇佢。喂。我條女嚟嘅喎，珍珠奶茶。好玩吗？有点恐怖。为什么？帮你拿食物的，然后盖一个一直跟我鞠躬哎，对，他这样子，哇、哦，然后他还唱我背，因为他以为我背里面有。可是你喂完了过后，你的手会黏黏的，他会一直黏黏黏黏黏，很多很多口水，他要流流流流流这样子。看完动物，我们去看植物 ，Let's go。哦，你看那个小便。我老母讲10块太贵了，进来了就没出声了。嘴巴说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你看我放到几开心？真的觉得在这里20块真的值得，你可以 spend 你 maybe like 1 to 2 hours 在这里休息、chit chat、enjoy the view， 就 at that 我们认识吧。是吗？对我来讲，全部都是发发。This is a 发发。This is a 发发。That one is also a 发发。This is also 发发。好舒服啊，这边鸟语花香，确实真的是有嗅到 lavender 的香味，好像我们 body shampoo 的那种味道。 body shampoo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也没有讲特别喜欢，可能绣球花吧。为什么呢？它颜色美哦，然后还比较搭。 but 向日葵也是蛮不错啦，只是我不是 sunflower fans。要不要 try lavender ice cream？ 这么长的铺垫，原来是想要吃 ice cream。有没有 lavender 味？没有 lavender， 它写 Hokkaido lavender ice cream， 但我在 Hokkaido 吃真的是有 lavender 味，这个没有 lavender， 这个只有奶油味道。啊。我们这次的旅程简单而温馨，没有特别追求什么地点美食，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金马伦对我们家来说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小时候是老豆老母抱着我上来玩，现在换我扶着他们重游同样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只要是跟挚爱的人同行，去哪里都是乐园。你们要乖哦，照顾好自己，下次再带你们去玩啊。That's it for Cameron Highland. I'll see you the next on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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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